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康生，很高兴这次东京电影节能够邀请黑之牛参加亚洲未来单元。那我也很高兴能够在11月去东京，与东京的朋友们见面。那大家可以聊一下看完黑之牛的观影经验。那也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享受这部电影。